在这哈是啥呀？这是吃饭点吗？天天到这个点就要出去吃饭去。咋整？你说这不去能行吗？这不去能消停得了？能睡觉吗？走走走，我走走，别跳了，走。全关门了，我看你能找着啥吃的。你等我搬村里去，我让你下来吃饭来，啥也没有。服了服了，就这一家开门的也能钻进去。什么调料都不放，我就给他吃了。他心里肯定在想着你快烤串去吧，快有时间在这逗狗。谢谢，55.8是吧？喝点不？给有吃的着急回家，天哪，连跑带颠的，慢点。今天的伙食，我作为一个东北人，负责任的说，挺香的。怕营养不够，再给煎三个笨鸡蛋。来，给你不点的，服了。今天是双马尾的开花辫，有点挡眼睛这个头型。你们总说我惯狗，那他不让我睡觉呀？半夜使劲使劲跳，使劲使劲掏，那邻居不来找我了？他不吃饱饭，他不在消停给你睡觉的。还有说加盐不加盐，油不油，糖不糖的，他不吃狗粮啊。你看他这耳朵好像两片芭蕉叶，我都怕他抖给他给我扇走了。哎，又掉了这个头型，为啥给他扎头发吃饭？那你看他这头发，你看这耳朵不给他扎起来，他还能吃上饭了吗？都得治耳朵了。再说是真有食欲啊，吃真香啊，这有点挡眼睛，我帮助你一下。哎，这回好了。哎，对，那得吃干净了，粒粒皆辛苦。咱们钱可以花，但是饭不能剩。又开始驴打滚了，服了。哎呀哎呀，来换场地打。哎呦我天，哎呦我天，游起来。